沈叔叔，你现在身上背了多少亿票房了？你现在？哎呀，那你要这么说，那都背不动了，那都背不动了。今天也是强挺着过来的。这一季《王牌对王牌》的收官之作，非常不舍，非常不舍，多不舍。你明白“非常”的意思吗？哎，我这样好看啊？好看。我最起码我喜欢。哦，信他的。这都是小白脸儿，千万别受他们迷惑。还是我小宝跟你比，谁都是小白脸。就想问问沈腾老师，能拉拉皮儿吗？你能逼逼嘴吗？